我对草根我是反不好的。那草根的，那草根的人他们尊敬，他尊敬我的学问，所以我还是可以帮忙他一点。我肯定是一个文化人，对吧？对呀、啊，我是跟大学生最合的。所以就是两个这个对象要分清楚，就是说层次要分。要靠知识能帮忙，靠知识。第二，那新加坡比较有几种文化，中西文化，要拥抱这两个世界，有那么多神，他是都没跟我讲这个。他不讲英文也好，我讲英文也差，因为讲英文已经是讲到你在上面了，可以可以。Gracias.